因为喜鹊是大舌头啊，对，那本来王母娘娘讲吼，互伊七天上会，哎，伊听做七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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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会啊。是的，来大家好，大家午安。午安。就花莲哈，我们又要见面了，就在高雄。啊，我希望讲吼，咱大家拢希望啦吼。这回在台北，在台北演出，足侪朋友拢无看到，所以这回难得会当甲你去高雄，所以希望讲咱在座好朋友会当到顶上楼卡。亲戚五十，朋友八十，我跟到小酒到小火，来这个高雄至善堂捧场，谢谢。谢谢彤彤，免免钱啊，因为我第一次得糖，爱去至善堂。是啊，是，你调羹要加深大家的印象，所以调羹功能。对，所以呢是至德堂啊。哦，安尼哦，其他无甲考虑啦。那就来至德堂咧，念十届。不是啦，我不是至德堂念十届。这回做感觉足无钱的，啊！伊讲无法度为着台湾文化本土的歌戏，所以无钱买做掉掉。掉！哇，精神令人钦佩哦。对，好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介绍这一位，他真的洗澡，你们一定会想要看。欢迎廖慧珍。我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个是。哎，等下我们我只能拍几个酒喝了。仙女，你看我秀他那个脸吗？谁都看到，看我这脸没？你还不买？谁都看到汗脸哎，又买又买，要吃奈何啊？有啊，对，这块的真好，一天吃你四顿啊！哎，我你身材都无限制的，吃到饱嘞。安尼问好就好来吧。哈，你有啥物话要讲无？你先讲。无，我要感谢雅兰姐啦。两年前吼，他找我演《牛郎织女》，我一想说，哎，《牛郎织女》是戏吗？结果他说没有，是歌仔戏。然后我想说，歌仔戏怎么可能？要叫你演的是牛，我演也是演猪，怎么会是牛？没有啦，就是真的觉得说，怎么可能？我怎么会演歌仔戏？然后两年前挑战了之后，我真的觉得人真的有无限的可能。然后我也谢谢雅兰姐给我这个机会。然后在戏里面呢，我们不但有。非常酷，然后我们还有飞天遁地，然后呢，我们还有武打，会吊钢丝吗？哈，我一再找来两台吊，吊不起来。无啦，我们顶给他，顶给他出动三个人尔，啊，差不多离地十公分而已。然后呢，又觉得秀气，要你穿双鞋。叶慧珍表现得很好了，尤其呢，她受我们导演的雕塑之后，大家称呼她是歌仔戏界的洪金宝。是的，你应该不要谢谢我，要谢谢我们的导演。谢谢导演，掌声欢迎我们的导演蒋建明先生。蒋先生，你旁我多旁，我今天钱拢给你提掉各位的贵宾，大家午安。午安。好，跟导演他避暑啦，你讲比身段俩，啊，看恭维，哦，咱小强姐哈，啊，今麦特别要来介绍的，就是顶摆哦，无来参加，这摆呢。算一粒星星，也是阮特别邀请，伊来演阮老师小凤仙的角色，因为阮老师身体小可有淡薄坎坷，啊，伊讲，哎呦，你搁较慢一丝啦，我都会赴啊啦，但是即摆因为伫个八月，啊，伊拄啊伫个调养身体，啊，所以阮特别邀请，即位嘛是歌戏界，伊无论伊专才啦，小生啦吼，头伫个阮单身救主去演包公。哦，伊讲哦，啥物伊拢会演，啊，即摆阁叫伊演小凤仙老师的角色，小可小弟我行，小弟我行。伊讲我的第一次都献给你们的，掌声欢迎王兰花。谢谢王兰花老师。来，各位大家好，大家公安，大家平安，谢谢。我是王兰花啊，感谢团主安尼无气焰，你也真歹势，两年前邀请还有个人的因素，虽然无参加到，我嘛感觉真正遗憾。真加在，即摆阁有机会参加有对，啊，毋过我会惊呢。惊啥？两年前你拢做到足在啊，啊，从两年后我会阁来参加，啊，虽然做老师会亏吼，我讲的头一摆包公歇落咧演团长，对，啊，第二摆这个舞神出台台，哇，这台歇落，我咧成团长了，啊，毋过即摆
我都无看到嘛，唔知影。尤其这三位的比较，像洪先老师的三位型，大家拢足认真啊嘛，对不对？但你看到伊就怎么做好笑的？伊老公话哩，我啊团长讲，可能哦，我要做到安尼中间，唔知有无到什么要求哦？是啊，我做了足较粗鲁型的哦。没啦，你有你的基础，你特色，安心啦。个人有个人的型，安尼哦。即我来看咱抖音。即马我抖音给我倒，吼吼，也感谢你安尼，吼，即届有一寡南部，有影南部真欢喜讲，希望咱这亚兰即届这个团，以前咱杨团长嘛是对南部大家拢真支持，即马大家真欢喜讲，伊头一辈当去到台南，你不知影，即马南部我真侪朋友已经拢订票啊，你知无？哎，讲你看伊外行，伊订票吼，伊一个讲伊要演哦，因朋友会票稍微半张啊，安尼你就知伊外行啊。5 4 3 2 1传个差了，有嘿，好来，5 4 3 2 1